今次我哋好開心，好高興，獲得今年嘅上市公司大獎。我覺得呢個獎咧，俾咗四洲集團一個好好嘅鼓勵。我創辦四洲集團咧，係喺1971年，而家咧已經有53年啦。咁咧就我哋由一間好細嘅公司，做進口做貿易食品公司，而家咧就成為香港最大嘅食品企業之一。我哋係每日都諗創新嘅，呢個係四洲嘅特色。咁所以咧，我哋由開始嘅好少嘅產品，發展到而家咩都有，渠道有咩都有，產品係咩都有，甚至我哋喺4年之前咧就收購咗日本一間好出名嘅食品公司，叫做宮田株式會社。咁呢間公司有90年嘅歷史嘅，佢係一間10大嘅批發商兼有生產嘅。咁所以咧係好難得嘅。另外咧，我哋有個新嘅發展咧，就係將會喺大灣區成立四洲總部。我諗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偉大嘅項目，因為咧四洲係代理世界30個國家嘅產品，咁我哋能夠喺大灣區設一個總部，就把我哋幾十個國家嘅產品咧引進喺呢個大灣區，咁呢個除咗推動香港啦、市場啦、香港市場啦、澳門市場啦，仲有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呢個大灣區總部咧，將來係可以帶動香港嘅食品業、澳門嘅食品業、大灣區嘅食品業、中國嘅食品業，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四洲50多年嘅經驗，而且喺海外又有咁嘅關係，我覺得係一個未來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好好嘅項目。最後我要衷心多謝呢次傑出上市公司嘅大獎籌委會多謝你哋俾個機會四洲集團令到我哋更有信心發展我哋未來嘅項目。多謝。